好的，欢迎回来。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这盘呢，就是小林光一九段对曹勋玄九段。这二位啊，应该说老队，真的是老对手了，非常元老的。哎，而且这个曹勋玄九段，我们知道他是十几岁的时候是在日本啊，有过一段这个球艺学艺的经历。他在加入日本的那个棋院，在那儿训练嘛，啊，对，应该说小林光一呢可能都一块儿，我觉得应该算是从少年开始他们就是棋盘上的对手了就对手了啊。现在两位大师也是将近七十岁了啊，对对 对，相识应该有六十年了吧，至少是棋盘上交手了有这个将近六十年的时间，是老对手老对手，这个，一个甲子了是这小林光一，对，小林光一，哎，你看，这是两位年龄虽然相仿，这个头发的颜色是一黑一白呀。小林光一可能还算保养的不错吧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吧，是吧？我们现在这样子，这个我们的镜头看起来很清楚啊。啊，我现在看起来小林光一九段，52年出生的棋手，棋手今年是将近69岁了啊，是。小林光一九段是要比曹勋玄九段是大半岁多，两个人是，还是年纪相仿，真是相仿的啊，相仿。对，这小林光一，哎，那个曹勋玄呢，这个头发虽然白了哈，斗志还可以哈，还是呀，成绩也很好啊。但是这是又是话题啊。这个曹勋玄九段呢，他曾经啊，他这个加入那个国会议员了，对啊，这个刚刚这个插曲。刚刚这个从这个国会议员这个任期到了，期满之后，现在又回归期间，回归期间，这个可能大家都没想着，我也反正没想着。那你是觉得他会继续留在这个政坛吗？不是，我没想到他去参加国会议员啊，没想着，没想到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 啊，对，很有意思。做四年的一届啊，这个四年还是有收获哦？是吗？对呀，这个四年当中。在韩国是国会是批准了一项叫做围棋振兴法。振兴法。对，这个对韩国围棋其实是很有帮助的。但是曹老师，我总觉得他是一个职业的一个棋手，参加政坛我就没想着，我觉得不是一个路子。是。好的。刘老，那我们还是进入棋局啊，一边看棋一边聊。好，现在这个棋呢，小林光一九段的黑棋，黑棋，哎，还是按我这边方向。好的，好，走这个，好，白棋也是二连星。对，这二连星对二连星，二位应该是从这个日本院生阶段啊，就是好对手，好对手，然后是。刮角吗？黑棋呢，黑棋刮角，刮角，对，小飞，然后呢再守了一个角，是吧？守个角是的，是吧？这白棋这都是比较这个倒是比较现代的啊，三三挡一边，爬住，走这个是吧？啊，它很长，长的，飞啊，又点三三，哎呀，三三，这两位元老棋手对 AI 的下法也很熟练啊，很认可。现在他们都，这是都免不了会研究的吧？这个黑白一人一个三三，一人三三，好，也都是。我倒是很少见聂伟平老师下点三三，他好像说他不喜欢三三，他不认可那个这个。看来这两位老师是觉得可以试一试啊。他们现在是接受这个，他觉得这个三三，韩国棋手点三三，我觉得是很多。徐峰如果下，都是所有的星都要点的。那刘老，您觉得呢？点三三，我觉得可以点三三是一个就是说讲究效率的一个下法。就是先看你怎么定型。追求效率，肯定是有道理的。您还是也是比较赞同的。我觉得可以，就是说你的关键的要掌控好。是的。关键掌控，你要有实力的话，点三三当然是效率最高。就怕你实力不够。就是说你点三三，你后面吃不住劲儿，那就不行了。是。现在好，这一分头应该是一个常见型吧啊。黑棋。黑棋选择的是 B 这边。
对，他是逼着，这个倒是那个说，一很多人都是现在是脱先，哎，他们这有点偏为现在下法，偏为现在下法，嗯，好烟都是脱先的，脱了连班是多，对，他是这么尖顶了，给他尖顶啊。这个据说是，哎，据说是这样的，喜欢现在人都喜欢这样的白棋，嗯，能尖着走着，嗯，这手棋很大，嗯，反夹，对，这个又回到了之前他们熟悉的那种格局，哎，他们很熟悉的。虽然这个开局看起来这个两个点三三啊。嗯嗯，好像是这个新时代的下法，但是我觉得可能慢慢的又回到了老路子上。老路子，像这种都是老路子，嗯。然后白棋是小棋上面，是这个哈，嗯、上面。所以棋手的风格啊，嗯，一旦成为了他的一个鲜明的特征之后，好像很难有这个本质上的改变。我觉得本质上的改变很难啊，像飞这个，哎，这是。本型啊，是吧？是。然后走这个，是吧？长一个，对，小尖，拐头。他们都是按部就班的这样。对。哎，这一代定型应该、嗯，都算是本手嘛，刘老。本手，算是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下法吧，哈、啊，他飞压了是吧？对。飞压，飞压，飞压之后，黑棋现在没有在这边硬，它贴、嗯、贴一个，这边贴确实是挺大的，是不是怕拐一个？是这边不贴，他怕拐。刚才我想，嗯，你说能不能马上拐？现在拐怎么样？马上拐，他会不会这个顶一个？啊，那我这样子，我再来飞压。这个地方我怎么觉得这个形状也不太好、啊？哦，这边多了一个子之后，马上就有点三三，有可能是，靠了点三三，嗯，试一下这个白棋的应手。因为，嗯，我如果团的话，您是不是这个虎是先手？那是先手，嗯，是的，这个虎先手马上断进来，对了，很严厉，是，哦，所以他也不能马上这个不能轻易拐了之后，那个形状是有缺陷的，嗯，除非拐完你要立下去。拐完马上立非常大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哎对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样是一个连贯手段。是，这个靠了点是有一个手段的啊，他是直接走这个了，是吧？他如果说黑棋现在跟着硬一个，那我还是比较高兴的。哦，哎，你再粘上，这很有点难受，有点难受啊。嗯、那我这个下法就，哎，这个时候你再拐都是可以的。这时候可以，这两下被黑棋便宜了，他多出两个之后便宜了，他因为这个冲断他也要会担心一些，我觉得，嗯，黑棋这个冲断呢，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，要作战的话，你这个飞是不是能飞着，也都直接探讨。现在实战他是走的这个是吧？贴一个，对，先贴，贴一个，嗯，退一个，好。然后白棋黑棋马上把这里哦，直接靠了点角，对，这个也还冲掉了，是吧？还是冲掉，对，先冲掉了，把这个交换掉了，对对，再走这个一点，嗯，比较狠，比较狠。现在对黑棋来说、嗯，白棋来说，不管是粘的话，人家可以白棋可以翻过，粘好像这个搬一个。嗯，黑棋白棋可以贴这个，就那个暂时先不走。嗯，也是一盘棋，是吧？如果团团就断上去，那我断，那很麻烦。你这个要小心，这里有断点，断点，这个很麻烦。所以，白棋现在是选择的是先冲，他是选择先团，先团，对，先团。是要求这里冲。对，你要是如果说他哎，那我高兴了，这样是白棋最希望的。啊、哦，现在再搬不一样了。不，再搬我就挡住了。这个白棋希望走成这样。嗯嗯，这个你没什么捞着，这个不可以。这个首先这个是不能走的，所以他是单搬的，单搬下面。对，这两个子就不要了。哎、对对对对对，你
你大概是这个，对吧？然后他这个厉害啊，他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。如果断这个的话，他会粘上这个，粘上这个是吧？他是走这个。你如果吃这个，嗯，是要这个白鞋坏，我只能提。嗯，这一断这就坏了啊、哦，这就坏掉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断的时候你只能吃我两个，只能吃两个这样的棋，只能吃。哎，对，当成一种转换了。这样呢，白棋把这两个吃提掉之后，看着小，实际上啊挺厚很大、嗯，这个角就弃掉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黑棋补一手。对，这样子形成转换，嗯、形成转换，脚上。脚上有一个打劫缓一气劫，这个先暂且先不说。比如说将来一打，哎，对，打走这个，只能这样，是一个这个气，然后再吃、这个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是这个气。你如果立，它是打这个劫，嗯，你提了，它是提走这个劫。这两个先可以慢一点交换。谁当劫财？哎，这是一个缓，这个就是个劫，嗯，哎，这个劫呢，白棋要两手解决。嗯，这个劫就是反正是留着以后，哎，是有这个棋的，嗯，暂时可以先放一放，留下一个味道。哎，对，先走成这样是吧？实战，现在是搬这里，搬这个，嗯，他是想什么？你走这个的话，他可能这个，嗯，对。这样，你要吃的话，我把这边打过来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个打过来，哎，左边围这个，基本上要成为实控了。是，白棋希望走这样，搬一个，实战。小林光一就干脆就给了哈，是吧？他就这样了，但是这个搬也很舒服，实战就这么定型了。这样定型，那黑棋认为还是出头比较价值比较大。他要这头，这个呢，以后白棋搬他再走了。现在白棋脱先了，脱先那个特别大，是的，哎，特别大，这个再不走，可能黑棋要冲断了。哎，这个是要冲断，我就一直有这个冲断的这种想法。冲断白棋走什么呢？这个不知道，这个有点严厉。你总不能走这个吧？走这个我可能都尝出来了呵呵，这个战斗可能、这两个字说明最后无疾而终了。不，我觉得白棋不敢，白棋不敢。你只是如果这样，那我多你这个有可能损在里面。是的，他所以呢，白棋要先挡下去，特别大，感觉特别大。嗯，实战。哦，这个点一个，好，走这个是吧？嗯。黑棋就选择靠住，靠住，对、哎，这个点了靠也是针对这个拆二啊，拆二常用的，对一种这个常用手段，常用手段，对，这是老定式了，他们下来了一个老定式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实战就这么下的啊，哎，这个黑棋就这么下呢，白棋，就是落了个后手，黑棋等于是。是吧？对吧？落了个后手。对，嗯，黑棋也是把自身走后，走后这一带。那个白棋的那边的继续走吧。白棋还在补，还得补。如果不补黑棋，黑棋哎，就算就哎，对，都可以，尖也行，立也行，都可以。嗯，立也可以。这个棋呢，总是有挺大的，是吧？白棋这四个子呢，其实要被整体。受攻，被他那个把根给去了之后，白棋这个还是很危险的。嗯，黑棋，白棋补了一手，补在这儿，补在这儿，出头。那么黑棋把它封锁，封锁。看起来黑棋这个步调还是，比较稳的，哎、但是他这个棋呢，他调子很顺，这是一个常规手段。这个下的就比较稳当，感觉、是吧？稳当。这个靠一个，实战就这么下的。对，搬住，然后找这个。这两位也都是当年的，分别是日韩的第一人啊。
是啊，有过很多次的在世界大赛中的交手的经历。是这样。这样被白棋就提了先手提个子，感觉白棋又落了个先手，还行，是吧？嗯，还行。虽然是被黑棋封锁在里边，对，但是感觉这个已经得了个先手。他们都是下一个本手棋，应该说黑棋他虽然落了个后手，也走后了，都是一个算妥协。但是白棋呢，能那么先手走着了，他那个先手，也算彻底活了。那么他转手再走别的地儿，比如说这个了，还是走这个了吧？这今天这个格局，我觉得也特别像这两位老师的、风格啊。嗯，我们知道小林老师是典型的这个棋风是比较厚实的、均衡的。均衡的，不走。那么曹老师呢，棋风是很轻快的，非常犀利的。犀利的，他是这个。曹老师应该说，虽然说啊，功夫很深，但是他那个棋啊，风格啊，比那个小林光一这个好像比较力量，比他用力比较狠，比他力量大一些啊，比较犀利的。是，好，黑棋现在把这个补住了。刚才说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棋打了打是吧？打了、这个是有一个打劫的手段。有个这个手段。他把这个等于补了，是吧？因为这个黑棋另一个算是补掉了。对，黑棋因为白棋现在已经小尖了。嗯，如果这个劫引爆啊，黑白棋又打赢的话，那么黑棋整体就变得很。这个地方就是说有一个冲断，冲断，这个也是也多一个断点。嗯啊，对。先补上，反正那里面总是牵一手棋，他把这个力呢补上了，也是一步棋吧，是吧？那么，哎，刘老这里其实还是有一个冲断、啊，是有一个冲断，留着一个冲断，是暂时他冲断，他就黑棋往外跳，暂时是不怕，可以先放一放，放一放，嗯，白棋飞住，把这里飞起来，哦，这个不是形状是尖的吗？是飞的啊，这个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但是棋形上来说，脚上可能比如说这个木手上稍微要差一些，这个是棋形上是有一个这个棋、啊嗯、这是常见的形状吧，多出一个打和那个不同，对，是吧，多出一个打，这里味道不一样。实战我们看看，好，现在白黑棋是刺。哦，刺这个，这个不是有这个吃吗？刺有点不怕损吗？这不怕损。是想刺完之后这连开过来，那还是重视上边的。那我以后就不粘上这个了，我有可能直接在这儿了。你这个棋吃完，我这个地方要做劫，做劫，有可能啊，这两个先交换可能不一样啊。先点还是有点心疼啊。我觉得有点心疼，但是点一下呢，对这个子是有帮助。嗯，这个走了这个之后啊，这个棋如果靠一个，这个走什么啊？靠一个白棋。会不会走这个？这个他可能给我吃掉，就地做活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实战吧。是点，点这个。哦，黑棋是不是还是想追究你当初这个飞啊？飞的本身的形状是在这里。你如果小尖的话，小林光一如果白棋当时小尖，黑棋可能下法不一样了。不一样，他可能。我不明白，这个是勋炫曹勋炫曹老师的啊、嗯，曹老师的，但是这个形状呢，感觉上没那么完整，所以他刺他一个，让你去走这个，他会比较舒服，对，是吧？来把你这个这缺陷呢，来让你暴露出来，实战。
哦，直接这样，尝一个，这棋啊，可下的比较凶，惜，对，我说可惜不是这个面对面的下，嗯，嗯。在线上下，如果是这个面对面下的话，这样的两对手啊，我觉得他们观察他们的表情啊，对，还有赛后的复盘呀，都是非常有意思的。就是这么下的。你看，咱搬砖先手，对吧？这个就给断了，这个也没有压一个啊。我怎么第一感是要压一先个，靠压，先一靠压，他是没有先压，对，他是对，先贴起来。贴起来。哦，他也没有搬，他是跳的，然后然后脚二路脚搬上砖，搬砖，这个是比较舒服的。这是黑棋的先手黑绝吧？对先手，这是他的先手，这个是比较舒服的。然后再靠，靠，白棋这个下法也够凶的，反正是，直接就让他断。但是这样进行的话，黑棋好像做活是不是还是不是难事啊？我总觉得应该先压，他是现在再靠，再靠。这个其实就是说，你要走这个，我这有打吃长，我能够扳住，能够这样，这样呢是白棋是可以的，因为你这个冲啊，这个冲我能一直长，一直长，对。长多长一个，这个不怕，我还可以长到这里，不能再冲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也不怕。目前来说，这样的话是白棋是成。断了这个白棋是成立的，实战就是这么下的。对，这个黑棋，我看看实战是长了，长了，长被黑棋把棋长进去。这个是亏的吧？那当初，对，这个形状我怎么觉得白棋是有点问题啊？如果前面先靠压的话，可能黑棋就不会在这里再靠了。对呀。这两个的下法有点有点前感觉后。的效率没那么思路高，不是很连贯。效率没那么高。这个有，这如个果从这样次序的来看话，上有点奇怪。这两个是有损了，哎，这俩损了，而且这个挡还是后手。对，后手，这个不明白，对，这个不明白。就是这一代的下法，黑棋的下法。有点光一这个下法，这个地方，不太有好点理解，太凝重了，感觉效率没那么是不高。是这里面有什么误算呢？这个要是我的话，我总觉得应该先压，就是说啊，这个冲断之前都是先压。比如说，就现在，刚才那个，对对，就这样啊，先压，这样的棋，你大概是，你是跳的哈，这就算这样吧，这样也是，这样。先压一个，他可如能果搬，搬这个，那下法不一样了。下法呢，这样走这个啊，就算这样，我就算单粘上也是要这么下的，单就，粘要断，他对，只能也粘住。对对对，这个你不是这样几段吗？这样，你这个交换总是觉得有点亏呀，这个。总之，这两边的下法啊，黑棋如果从这里先贴，那么就不要压；对，如果在这里先压，就不会贴，可能直接就出头了。直接出头就可能比那个好，比如说这种跳，是吧？对对对，他这个是交换了一下，帮着的白棋走，等于是帮着白棋走了之后，帮着白棋走，对，这压一个。现在能不能这种啊？这个也好，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这样的话，如果成立的话，你他没有活，这是可就以是能一不能整。成立？对，如果成立的话，比实战，要强得多。对，黑棋要严厉一些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是可以考虑可以考的。虑。但是你要是这只是这样，这样，你看以后这个效率太低了，就只是多一个段而已，这只是这样。那也早知道，其实还原成这样了，你这几个交换，这几个都是亏的，对，亏的，这几个亏的，这样亏了。
本来就可以这样，本来可以一手棋跳，一手棋跳到这儿就行，哎，一手棋就可以了。你这几招棋，这都是亏的，这亏了是吧？亏了。是的。嗯。现在是长。长。嗯。打住。嗯。这样子，白棋先手，白棋攻过来，点。对，你以后只是这个先手，那你等于是现在就又去走了一个这个。嗯。是吧？实战就是这样下的。这样局部倒是黑棋活了吧？这样是黑棋有一个这个，我这串这边黑棋应该是活棋是吧？这是活棋，这是活棋。嗯，好，实战就这么下的。黑棋盘了一手，嗯，出头，嗯，出头，对，这里贴起来，贴起来。这个也有价值，因为这个还没有彻底活。好，你去冲的时候，现在黑棋不挡啊，黑棋是如果你挡，如果不挡，它大概是这个。那我再粘。嗯，对。或者是这个。这个没活，也有可能他害怕没活这个。假如说冲，是吧？对，没有活吗？这没活，会这样吗？活了吧？他断了，断了先手啊，活的，活的话，他是就是怕点一个，我觉得是怕点。嗯，他实战他跳一个呢，他说这个你暂时冲断了就给你了，实战就这么下的，冲冲，嗯，点这个。白棋做活，把这个粘回去。做活，这一路走来，应该是白棋还是便宜了，韩先。是的。啊，这个子粘回去。这一串下法，这个靠完之后再靠，好像。这个黑棋这里是不是有一些误算啊？误算啊。嗯，感觉这个下法效率上黑棋不高。嗯，效率不高，我怎么觉得这个也很大呀？这面也很大呀，这面，比如说就算这样立一个，嗯，哎，你挡一个，哪怕跳一过来，这里还留着冲断，哎，冲断也很大，非常很大。好，他是粘了一个，粘的时候白棋补，他是小尖的补，小尖的补，嗯，这个效率高，效率高。这尖的话，现在黑棋，嗯。最多就是跳了，跳他冲。啊、哦，我如果度过的话，他能加加住、嗯，这个子还是被分段的。这个太大，所以这一小尖目数也很大，后对后白棋也一下子变厚。现在黑棋再来攻点这个，想攻这个吗？攻这个。好，这边哈，白棋那这个有点晚了，是吧？又慢了一拍、嗯，慢了一拍。对，这个地方他要做做眼的话，其实没有什么，他眼位也很丰富，这个攻的效率就不高了。嗯，但是他这个也先手，这个也先手，这眼位很丰富，是吧？是。嗯，现在贴过来。贴过来。白棋，哇，白棋这个两手棋。有可能、这个、围了不少的木啊，黑棋落空的感觉，嗯，落空了。这两手走完以后，二四六，嗯，八十，中间是当官呢，那就没有啥意思。将近有十目棋了，嗯，实战就是这样下了啊。这个有可能是他是走这个，贴住是吧？贴住。如果接下来攻击没有太大的收获，嗯，那这两手棋有可能损。为什么这个白棋啊，它是活的，这个先手是吧？先手，哎，这个打先手，嗯，这就做眼的这个眼位很多，对，眼位很多，这而且这边也有回家的路，对啊，他还这个路啊，还就是说回家路啊还很多，嗯，
不好攻，不好攻。那有可能这两个是当官的感觉，就效率不高。那你现在中间这两个走跟他这两个走啊是亏的。给我的感觉啊，刘老觉得黑棋是不是前面这一代一直觉得自己形势还不错的，可能觉得不错，下法比较乐观。对，你看包括像这种靠一靠，就是对对，简单定型，对对对，感觉是好。但是被白棋歼过来之后，是不是黑棋突然觉得形势没有想象中这么乐观了？这个一直从那个地方啊开始，这个地方走一下子就效率不对了。之前在这个时候我觉得黑的还可以，嗯，但是这么走下来怎么效率都没走，没走着目，被白棋看目比他多，又弄了一个先手，实战就这么下的。对，现在就是看看中府对白棋这个进攻啊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收获。跳一个，跳一个，这个棋啊有一袜呀，有先手的感觉，比如说我走这个，嗯，我只能挡这一袜怎么办？白棋黑棋不活，不活呀，黑棋的眼位有点问题，这要自身要有问题了，自身有问题了，自己如果没有联络的话，不，自身马上出问题了，黑棋，对，所以是先手。哎，黑棋现在是袜，袜，嗯，这个袜是手筋吧？哎，他吃这个是吧？这样子有粘住啊，哦，这样子能够补回来。哎，这个先手，对，这个是好手段。但是呢，白棋也先手，他通过这个呢，他眼位也多了。嗯，比如说他这个是先手是吧？这眼位他也可以。好，走成这样之后呢，白棋是不是就做眼了？对，对，这里冲，哎，挡住。然后再粘上，白棋补一手，补一手，哦，这个，嗯，将来如果要硬杀的话，只能点进去是吧？点，但是白棋已经补在这里，中间这儿也有眼，好像也有眼位，这儿一冲，这个不能杀，杀不着，不能杀，杀不死，嗯，这个杀不死，这个棋黑棋有可能，落空，有可能。所以白棋这一飞基本上这条白棋大龙呢就安全了。对，这个本身就是黑棋不应该去吃它。好，实战它是走什么了？实战呢它是看到这盘棋应该是棋局。刘老你看这个对局画面好像是这盘棋棋局是结束了，应该是白棋获胜。哦，这是看到曹老师是离席，现在还没有啊，我们还没有还有棋局这个显示啊，还是在继续啊。嗯，好，我们看看实战。好，我们还是先不，你这个次序是先走的，这个后面走的次序啊，这里交换了这个是先走的，然后再来这个后面很久才走这个。先搬粘，对不对？他是跟他点完之后挡搬粘、嗯。对，白棋煎这个是吗？哦、白棋煎这个。嗯。然后再跳。对。然后是然后黑棋长再跳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是这样。那边先交换成这样，这个白棋啊，这个空啊，还是比较舒服的。好，接下来一起跳。对，冲一个，挡一个，是吧？切一个，长一个，是吧？我挡。挡一个，行，嗯。挡一个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个扳也很大呀，他是走的这个，补了一个吧？对，补了一手。补了一个，嗯。实战就是这么下的。现在是白棋的手跳进去。收官，收官了、嗯、啊！冲，这盘棋倒是也没有特别激烈的战斗。对对，官子，扳住，这都是收官的命令型。对，是吧？这是教科书的教科书的定型。这是白棋落得先手之后，它中央长一个实战，那么先手对。就这么，
这样他们走西棋就完全是收官棋了。嗯啊，白棋应该稍好点吧。小关子棋，这个棋呢，要这么收下去，贴七目半，六目半，六目半哦，跟中国的不一样，这韩国的因为是农心杯，对对对，对韩国举办的比赛都用的韩国规则，六目半，对，这个日韩的他们的规则倒是更接近啊，都是贴六目半，是的。现在冲，搬一个，搬一个，粘住，是单，是这样下，打吃，这个打吃很大吗？也没有，就是定型了，大概粘是吧？哈，没粘，定型，现在没有粘。点要小心一下。这一点对，因为这边是被已经被分段了。对，这一点有没有问题？哎，白棋有没有问题？有点问题，他靠一个是吧？哎，对呀、啊，冲一个，这是先手是吧？这样，再来冲一下，可能是有点先手能够吃回来，比如说他走这个，他往回拐一个。哎，那这两个子是被。断掉了，对，断掉了，断掉了。哦，被断掉之后，我现在看到这个胜率啊，发生了这个逆转，逆转了。对，刚才呢一直是白棋胜率高，比较高，突然间断掉，他是不是吃这个有点问题？可能刚才白棋胜率我看高的时候有，八十多肯定是有了。对，突然间变了。对。就是这一带，哎，莫非是这个？哎，吃这个可能不必要，没必要、啊。是这个吃这个，中府补一手。对对对，现在这个时候。哎，对对对，中府补一个，哪怕补这个，补这个，或者补这个，就补这个简单的吧。这样是白棋要形势好一点，是吧？如果补这个的话。是这个地方暂时没有问题，有问题吗？因为你不管是走这个，它能冲，暂时不怕，暂时不怕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因为这个暂时是没有问题，不怕，是吧？他去吃了这个，曹云轩吃这个可能有点随意了。本来是想把中府补后、哎、对对对对对是吧？对他。这个很厉害，实战就是这么下的吧？对，冲一个，好像你也不能走这个，走这被这一粘怎么办？就下来了，是吧？这个不能粘，只能走这个，然后再一冲，实战，拐这个，对，拐实战，粘，断打，把这个断掉，然后白棋把这个粘回来，这样子黑棋中间中间移来十目棋，这六七八九十九，多了十目，十目棋很大呀。中府突然多了十目棋还是很大，现在因为怎么没有这个哪有十目棋啊，是吧？是的，这个没有十目，中间多了十目，看来一下子是不是形势有所变化？对，现在这个从 AI 的胜率来看，形势是逆转了，逆转了啊！现在是黑棋领先。哎呦，这个棋看来，两位老对手啊，这个还是咬得很紧的。是啊，之前白棋一直感觉很顺呢。对，这个棋局也是不断的在变化。这个是挤掉了吧？挤，这是他的先手是吧？现在是白棋开始还要再走白棋哦，他走了一个这个是个好棋。这个是个好棋，拖是一个拖一个好棋，关子的好手，哎，妙手，
这样的话，黑棋如果挡，靠一个，这个就有东西了，不是有经典手筋。哎，这是，这个就麻烦了。这个尾巴被吃掉了。哎呦，这个就白棋大胜了，这个不得了，因为现在棋还是很细的啊。所以他可能是一直觉得这个打吃的后续手段是有一个这个，所以呢，他打才打了。那么这个时候白棋让，这个给黑棋让了，这个给他能够先手走掉，是吧？对，这个击掉，这是你的先手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中间的实木棋还是比这个相比哪个大呢？中间还是大一点。实战就下成。哎呦，接下来我看看啊，这手棋这怎么一下子胜率又逆转了？哦，他们这个 AI 这给的这个啊。说明现在真的很细啊，很细。嗯，哦，我看到这个，那么 AI 建议现在应该搬粘。他是他们给这个参考图啊，他说搬，把这个搬粘先手说完之后，把上面那个粘掉，粘住，这样的话、啊、黑棋还是黑棋80%的胜率，80%，哇，就这个其实现在很细，很细。搬粘粘住就不走了，他走这个了，走这个，我们看看发生什么事了啊？他认为这个是先手，这一粘是不是非常大呀？非常大，这一粘大概、这一粘之后为什么大啊？为什么大？搬走，然后再爬，都是连着先手，对，变成三目棋，嗯，是吧？这个提了呢，这个棋就不一样了，本身两目，嗯，这里面呢七目棋，这九目。现在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对不对？九，对，刚才三目，现在九目，对，这个六目，六目，六目，嗯，这个棋两个，这是六目棋，而且是不是跟他自己的厚薄也有点关系？都不一样啊，所以说这个很大，这个六目不单是六目的问题，还有一个这个，这拐完之后这一扑是先手，对吧？然后挂粘又是先手，不止六目，哦。太大了，这个非常大，太大了，是吧？嗯，所以这个棋冲是个可能是随意了，哎，中间就算吃掉两个都没六目，就是这一瞬间，就胜率从一下就掉了，天上到地上，掉了，又逆转了，哦，再次发生，他把这个提了，对，哦，这个太大，白棋这一提，又回去了，嗯。现在变成白棋胜率有95%哦，这一下子这个太大哦，这个是个败招啊，败招看来应该的，但是现在还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变化。冲，嗯，哦，这个眼位小心，能挡住，挡住，对，不挡这眼位，这个长回来，长一个，哎、嗯。哎呦，这样的话是，嗯，白就是黑棋这个棋出了问题。嗯，现在白棋小尖空又多了，吃搬粘。对，现在。棋盘越来越小，棋盘越来越小、哦、对，粘上先手，粘上，对，啊，突然间又变化，嗯，然后断这个，嗯，现在就是一些小关子了啊，嗯，冲这个，冲这个，嗯，挡住，这是他先手，爬啊，这都白棋的权利。哦，这个本身，这个也很大，嗯，哎，那扑了之后再，他是先扑了再打，哦，有区别吗？是不是还是先打好啊？没有什么区别吧，中间都连起来了。这打再打，他白棋，哦，他多可能怕这个眼位，白棋有脱先的可能啊，白棋是脱先了，脱先了，嗯。不过也没有大棋了，现在
黛西版，这个煎掉。这是鲜瘦。现在都是小罐子，现在白棋没有粘这个，这个粘大概是一二三四，粘是几目啊？没有五目，因为这个是因为打三还一哈、不到五目，不，没有五目没有，就算就走两手五目棋，两手是五目，两手是五目啊、对，哦，你这个提完再粘上才是五目，那他当初。黑棋是不是不收之间？不过也没大棋了吧？这个跟胜负也没关系了。刚才白棋这一红，啊，现在白棋黑棋冲，嗯，可能这个已经没有和最后的胜负对，已经没有直接关系了。这个白棋就跟着走就行了吧。白棋粘住，粘这个对，冲这个也回家，一样的。冲这个，提掉，提掉，好。现在都是剩下一些小关子，两目最多两目棋。白棋，这个要，哎呀，他冲掉。接下来，我觉得这两位老师应该是，不会再出现什么大的失误了。所以这个还是要吃掉提，因为你要是只是这样，不是？如果你只是走这个，以后搬粘有个棋，搬粘是先手用。哦，这个搬粘之后，哎，对，脚上有一个打吃，打了打回去，对，这个要受气的，这要差一目，提掉。这个可能以后有双活。哎，对，所以搬粘是先手，搬粘先手用的，所以他是这样打吃，对，把那个提掉，这样干净。定型成如此，白棋收目，这个是这个啊。刚才听到导播告诉我，我们刚才给大家叫那盘棋呢，是李昌镐九段输给了伊田基基哦，还是确实是苦手啊，苦手。哦，中俄那么日本队呢，就是终于有一盘开张了，是吧？之前是下了四盘都输了，那么现在呢，等于是他赢了一盘。这个呢，到最后呢，他是根据这个赢的盘数来确定。这盘棋呢，看现在目前看说是白棋要赢。这个收官到这样的时候，该黑棋把这个提掉，是吧？看一看，这个手数真的很多呀，很多啊。哎呀，这盘棋对小林光一九段来说有点可惜啊。走这个先手是吧？提掉，把这个再提这个，两目多一点。打吃，提掉，好，打吃，对，粘住，这盘棋后面手数还很多，刘老哦，但是我看了一下，其实这个胜负来说，已经没有关系了，没有关系了，还没有，还正在下吧，还没有结束，对吗？已经结束了，已经结束，这盘也结束了，已经结束了。哦，对，这盘结束了。对，因为这个，我看最后我们现在是242手，最后是下到三百，整整三百手。三百手，最终白棋啊，曹勋轩老师是直白，赢了一目半。一目半。嗯，这个棋呢，就是说中间这个贴，如果粘在这儿是，如果不贴粘的话是黑棋会是赢。对，就是说，刚才这个胜率啊，从天上到地下，对，就一步之差。这个真的这个子啊，就是两目，看似只是两目，实际上是六目。
六目墙都不止，六目墙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棋，是，他没有去粘，结果被他把这一棋，这个一下子最后好像就没有这最后的胜机吧？是的，如果黑棋粘上，黑棋好。当时黑棋粘的话，黑棋胜率在80多。80多，应该是很有希望获胜的。对，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棋局结束之后，曹勋老师是离席了，但是小林光一老师是一直坐在电脑前，还不断的在盯着这个屏幕，在我觉得在验算啊，到底这个棋数在哪儿？哦，看起来也是这个情绪还没有恢复到，还没有恢复啊。我就说，如果他们能面对面来交流的话，这个时候复盘去探讨一下，可能更好啊。对是，是是是，是这个比赛就是这样，还是有点残酷啊。虽然现在这个比赛，其实我觉得胜负的意义啊，不是那么重要啊。但是就是我们说棋手啊，他一坐到棋盘前，还是想要赢。那当然都是要赢的。这个虽然是岁数不一样，岁月不同了，现在对胜负的那个追求啊没有那么强烈了，但是呢，当然赢了是会高兴，这个像这是小林光老师在懊悔当中，还在想这个棋到底出在什么位置，是出在哪里，在想这个我们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，经常输的时候，在有时候不明白为什么，因为这也是快棋，我当时感觉不错，为什么当时。走着走着会输掉，这是我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。是小林光一，你看，因为小林光老师这次比赛，成绩不太理想啊。他现在3连败了。对呀、他可能对他这样的等级的大高手，当时你看擂台赛当中他多火啊，而今你看，这个岁月过去之后，他3连败可能心里落差很大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啊，没有关系，其实这个不，但是他在想这个问题，他在想这个问题，对，他就想这个棋到底是哪里出了，对，出了问题是吧？对对对 对，要找出这个败因来，对，对，棋手的一个习惯是吧？这个每人思维不一样，我跟小林光一先生下棋的时候，他有时候下完之后喜欢拿这个棋谱啊反思看，不是有一张经典的照片吗？对，左看一下，右看一下。我当时在琢磨他看什么，对，他其实在这找这个次序的变化，他是一种思维的习惯，他是其实也是在一个平复心情或者、不他在想那个他验算那个逻辑的推理，他棋谱啊是在复盘，在想，对，问题都在什么地方，他按他的思路啊他在捋顺，是我相信的是可能是这样，最后但是我也没问他，我说你的棋谱看什么呢下次有机会开玩笑我会问问他，可以聊一聊、可以聊一聊，对吧，每个人的习惯不同，是的。那么今天呢，也是这个农心杯特别赛的第4轮，这个日韩是1-1战平了，战平了。那么明天呢，将是中国队出场和日本将进行这个中日对抗，对抗，中日对抗。好的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的直播也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刘老师做客演播室啊，和我们一起分享了2盘精彩的对局。谢谢。那么明天同一时间，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我们的天元频道。好的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各位观众再见。好，再见，谢谢大家观看。